用这个表格呢，把七大营养素做一下总结。七大营养素，糖类是由单糖所组成，单糖当然用有质变糖比较好。好，单糖构成糖，氨基酸构成蛋白质，甘油脂肪酸形成中性脂，如果再加个磷酸，就形成三那个磷酸甘油脂。核苷酸构成核酸，好，这几个营养素，它们的组成元素也可以比一比，蛋白质碳氢碳氢氧氮硫，核酸是碳氢氧氮磷等。好，以上是这些物质的比较，它们的功能我就不再赘述了，就这边列出来的，前面都有说过。然后以上是七大营养素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